小朋友们你好，现在我们要学千岛娃娃。先拿这本书，千岛娃娃课本，请打开第17页。好，小朋友们，现在我们要一起玩游戏，你们想玩吗？好，首先先跟着老师一起读，听，听，谁在唱歌？谁在唱歌？好，小朋友们，老师要你们听一听，然后猜谁在唱歌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听一听哦。是谁在唱歌呢？啊，老虎，老虎在唱歌。好，我们再听。谁在唱歌呀？对了，大象在唱歌。好，我们再听一听。谁在唱歌呀？对，马儿在唱歌。再来。啊，谁在唱歌呀？对，小蛇在唱歌。再来，再来。谁在唱歌呀？对了，小鸟在唱歌。哎，小朋友们好棒，表扬自己，棒棒棒，我真棒。那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先学到这里哦，小朋友们再见。